政府公布星期一有七個人打完針之後感到唔舒服要送院，佢哋分別係23至到74歲，都係女性。其中一個74歲嘅女人喺中央圖書館社區接種疫苗中心打咗科興疫苗之後，感到左邊手腳虛弱同埋頭暈。星期一晏晝送到律敦治醫院治理之後，情況穩定，已經出院。其餘六個人喺醫院治理之後即日出院，無需留院。